们健康2.0呢，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10年了，所以我们希望从不同的面向来关注大家的健康，运动、饮食之外，哎，很重要啊，游戏不要只玩那些手游而已，桌游很棒的哦。比方说呢，有很多公司的教育训练，居然是要大家学桌游、玩桌游，对，因为它在当中有团队合作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包括了认输，还有你要怎么样运用策略等等的，还有。专注力，专注力的训练非常重要。对，一般来讲，其实桌游的话，它可以去很多的功能。刚刚我们有提到，有可能人和人之间互动，还有你这些逻辑思考、分析力。那更重要的就是你脑力要够好的时候，专注力要够强，所以它可以运用像这样子的一个特质。阿松带了一个我们称为心智脑波仪哈，心智波。那心智波它其实测定就是测定它当下的专注力。你看我这边有看到，这边是弄到晶片头上晶片，然后旁边还夹在耳。对，它形成一个神经的回路这样子。OK， 好。那怎么样测呢？来玩这个吗？来，对，看看阿松玩这个游戏。你看他一边玩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可以看到呢，我们这地方心智波呢就开始在做变化。来，我们看阿松有没有办法？失败了。阿松没有生气，阿松的那个 EQ 很好。好，从这边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，对，跟我们说一下。其实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两个波形这样子，你可以看到呢，阿松的专注力其实很弱。他现在的专注力很弱，25%这样，所以他的专注力只有25%。那放松的部分，放松他相对来讲呢，阿松一边讲话的时候呢，他放松反而呢是可以增强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放松80%。Okay， 那再可以再测一次吗？这么快？那如果一边做一边讲话，会不会好一点？来，你看我一边做，哎，对，哎，观众朋友，这个呢是一个前后的摆荡啊，看到没有？他摆荡的时候呢，就是按照他的腰力啊，男人最重要就是腰力啊，在高点的时候要一直给他按下去，然后甩出去。跌倒了。阿松真的在讲话的时候呢，他其实他放松是非常高的，所以阿松呢可能在讲话的时候是一种舒压。OK， 我们刚刚看到他的专注力25嘛，然后放松还蛮高的。那基本上呢，也有一个研究说，常常玩桌游的人跟不常玩桌游的人，他的专注力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边常玩桌游，当然马丁第一名了。马丁，好，不常玩桌游的，我们以阿松作为代表。其实，怎么样？说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到底结果是如何呢？一张是阿松签名了，一张是马丁签名了。对，来看哦，这一张马丁的专注力。我看到吧，七八分呢。哎呦，因为其实一个人脑力最强的时候是能够专注又能相对能放松，他就不会过度用他的脑力，要不然就脑过劳。脑过劳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呢，松哥这地方的话就可以看到说，哎，因为呢相对来讲呢，他的放松和专注，你看稍微是偏低的，对啊，专注力3×7耶，对，3×7，这代表这是一般非常男性的大脑，他在进行一个目标的时候呢，因为男性荷尔蒙的关系，他为了要能够达到他的目标，你会看到他会看到他的策略分析的运用是相当强。几乎100%，但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对于外在的一个讯息的接收反而呢就会变弱了，这样子。所以你越玩游戏，我们是想要帮你专注力增加，你反而从37掉到25，真的是要多多训练才行。这个是男性的大脑，哎，人家这也是男性的大脑，好不好？可是呢，像一般来讲呢，你看马丁他就不太一样了哈，他策略分析比较平衡，对，他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平衡，也就是说在玩这个游戏之后，你会发现他这个脑力呢相对来。他可以马上接受到外在讯息，然后呢去做他的系统思考和分析运用，他就可以同时进行，而不再只是为了目标而目标。其实哦，在游戏当中，基本上你不会发现自己的专注力，是你隔壁的人才发现你的专注力。所以为什么老师拿着这个仪器，会让我觉得说，其实游戏这个东西，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。你到底专不专注，你到底在不在意，其实基本上。内心都没有感触，输的人有没有发脾气？他觉得他都没有发脾气，隔壁人隔天都不找他玩。对，然后回去呢？阿松，你是不是大家都不找你玩了？不会，我是好咖哎。然后甚至你说台湾人，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的游戏当中太在意输赢，而且很多可能会跟金钱有关系。那只要一跟金钱有关，回去呢都是挫折感，都觉得今天不是输太多，都觉得今天赢太少。那其实我就反正，但他们这种欧洲系的，真的也输了也不高兴，赢了也不高兴，觉得赢太少，然后回去都没有达到输压减压。可是以他们的游戏当中，告诉你如何去跟别人配合，配完之后你帮助别人，反而让你自己得到更多。我觉得其实这观念其实反而比较好。你们小时候玩的话，会常常玩到跟钱有关吗？哦，没有，都不会。我们没有赌博的，你看，大人也不会。
不完全。不完全，对哦，这真的是台湾人要好好学的哦。你看哦，我们现在是说游玩是很重要的，身心平衡才是一个比较健康100分的人生。所以很多公司呢，它要训练员工的专注力，用桌游。哎，相对的哦，它要让员工释放压力，也用桌游。释放压力的桌游现在真的还蛮多的，比方说像在网络上有那种杂派的，阿松有没有看过？有，我呢在哦，来来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很好玩，你看哦，把头凑过去，对，然后有点像那种俄罗斯轮盘，不知道这个时候派会不会砸上来，就一直转这样，嗯，然后转了三次没有成功，没有被砸到，然后换小朋友，你看小朋友要把头放上去哦，这个也是，你看又是亲子之间对在玩，小朋友就转，然后也释放压力，结果呢，这个家长笑得非常大声，看接下来小朋友的动作，小朋友有点生气喽，嗯。小朋友开始哭了。擦一擦之后，嗯嗯嗯，好，这个很巧，踢大人。好，但其实，在当中都可以训练小朋友，也可以观察到不一样的。你们家小朋友会生气吗？或者如果以前玩的时候有其他人生气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我是觉得，因为我跟他玩的时候啊，他通常就是如果输了。或者是赢了，就是只要就游戏结束了，他就是觉得，哎，谁赢都无所谓，再来玩一次，因为好玩，失败也没关系，再玩一次。因为觉得重点是说，哎，在玩的过程中，这个就是好玩，会让他开心，输赢是比较不重要的。嗯，刚一直讲小朋友，其实这在30岁、40岁、50岁，大家在职场当中这很重要。哎，我遇到挫折之后，我能不能够再一次努力？对啊，对啊，然后还有释放压力的部分。来来，他说你看，释放压力的话，我请到了两位。这个影响成全世界的这个领袖人物啊，对，这一位是哈笑远，对，我请到这两位，这两位要怎么玩呢？来来来，那个凯云跟我一起一下哈，等一下他会听到声音。这样我的手好，那我就这个哦。没有没有，你按这里按这里，对对，开一下之后会有声音，然后 3, 2, 1，开始按。好解压，好舒压。你看按完之后，整个人那个紧绷到一个很强大的情绪，然后就放松了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舒压就是说，这个世代其实对舒压或者用游戏来舒压这么重要。而且现代人哈，我常讲，现代人真的压力真的太大。在我门诊当中，因为压力来看医生的病人真的很多。那只是现代人，你要懂得去舒压、减压，进而抗压。其实这很多人学不来。嗯，你说光一个腹式呼吸，你教病人。我们常说，男生有在运动的男生学习这种腹式呼吸还算简单，女生很多不会，甚至很多女生去生小孩之后，那个产科医生叫你要学什么拉美兹呼吸，他学拉美兹学完之后一上产台，我告诉你全部都是错。所以光一个腹式呼吸，让你心里能够沉淀都很难。所以我们要反过来都教病人，如果都要真的放松之前，你先紧绷，当你把这些肌肉全部紧绷到最高段的时候，不行的时候你放开。发现这就是你的放松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放松，只好利用先让自己紧张之后再放松，利用这个方式让你去做一个舒压的动作。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其中当中，对，而且这不用花脑袋，不用什么策略分析，但是个气又气就掉啊，他们累积掉几个气，手指头会抽筋啊。对，然后当他一结束的时候，整个人就舒压。对对。还有一款，这也是阿松今天要特别帮大家介绍。对，这个叫做小心二犬，你听到声音吗？小狗已经在打呼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也让魏老师来玩一下。来，老师来，请翻。我先翻好了。好。比如说我翻第一个，我要夹一根黄色，一根一根黄色的，一根黄色的这里，一根黄色的。好，来，老师换你，一根蓝色的，一根蓝色的，夹一根蓝色的吗？对，一根蓝色的。好，换我白色，这没有哎。pass 过去，pass 过去。pass 换你哦。对，一根红色的。你在避免啊！哦，你在避免啊！打呼打到一半，你知道我多紧张嘞！你在避免啊！两根白色，两根哦，各位，两根哦，哎！你是故意陷害我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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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根，还一根呢，还一根。哦，是哦，凯云换你了。三根红色，三根红色。我应该可以让它来咬我才对。一根。哎，交感神经开始兴奋，对，没错，呼吸增加了，哦，来各位，我要几根？两根，两根黄色的，哎，我的运气不错，哎，都算少的。
嘎狼哎哦，嘎狼哎哦。这个东西也是很舒压，就是你紧绷到一个一直在悬在那里的时候，突然放松，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就整个很舒服这样。但是看在马丁眼中都太简单了，对不对？我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动脑一点，对，所以我通常都会玩，就是比较。哎，我的策略分析分数很高哦，你小心一点。所以你玩这个其实对你来说真的有点大材小用，因为这个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动作。其实刚才老师有提到说，其实小时候我们要训练什么细的动作，对，我们到这在成长过程当中，对你的小肌肉如果去平衡东西，不然就放那个平衡的那个企鹅，还是放那个平衡的杆子，或拿这个骨头，他就告诉你，你的还是有简单的手眼协调。所以包括小朋友、老人家，或者因为你刚刚说小肌肉，小朋友要训练，其实老人家也是需要的。对，其实小对，其实老人家最麻烦就是他的平衡感真的不太好。其实小人如果叫老人家玩这个话，我告诉你，他可能内心会蛮悲伤，因为他可能真的一去一喘，一喘一喘，一喘高压，太紧张了。所以老人家玩的是另外一个方面，比较放松休闲的。没错，这个是适合小朋友训练那种小肌肉。那老人家一喘就按这个最好了，刚好喘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在跟大家讲一些放松游戏哦。那么在这个年轻世代当中，大家在上班族在打拼，因为我们是希望亲子可以一起玩。除了像这些比较简单的之外呢，待会马丁也会介绍好几款呢，可以帮助你的专注力还有创造力的。搁看一下，搁看一下，人是一百分的哦，一百分的男人要教大家这个。瑞典来的，这个是台湾来的。我就偷给啊，我懂。一系怎么这样贬低我们自己人？好，一百分的专注力的男人要教我们怎么样让专注力可以更提升，训练自己也训练小朋友。马上告诉你。